哎，我有个梦想，你们猜是什么？消防员。哎，不是了，不是了，不是。Superhero。啊，不是了，不是了。我告诉你们吧，就是我跟你们讲啊，就是我从小到现在，我认识了很多人嘛，但是我发现每个人呢，他们都有一个他们的梦想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故事。对。那我就发现，哎，原来每当你一接触那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他的故事。所以我就想，那这个世界那么大，那么漂亮，那么美，那肯定很有趣的东西在等着我们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我的梦想是一个自由旅行家。哦，环球旅行，对不对？对，自由旅行家。哦，哎，我可以坐你的飞机去，哎。可以啊，坐我飞机啊，有点冷。有点冷。哎，我想跟你们一起去旅行啊。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很多有名的车都是德国来的。啊，对对对，没错，好车，很多好车。哎，那你们认识舒马赫吗？舒马赫就是那个有名的车手，对对，赛车手，很有名的那个赛车手。他是德国最有名的赛车手，也是因为他，我想成为赛车手。哦，对，很像。对，但是呢，离赛车还太远了，所以我只能开卡丁车。我们都有玩过，玩过了，我只玩过那个游戏，那个。对，透过比赛呢，我发现我自己好胜心太强了。我知道，他玩游戏就只能弄到我，真的太强了，超烦。然后对速度的感觉特别敏感。特别喜欢那种加速的嗡那种感觉，对对对，让我永远想要这个感觉，一直想要拥有它。所以呢，为了让大家也一起享受，我们现在就走吧。去哪？去开车，走吧 ，Let's go！大家 pay attention please。今天我想告诉你们我的梦想。我的梦想是很简单的，因为有一点非现实，但是就是成为一名 hero。你们觉得 hero 有什么能力？发言，穿越时空，弹性，帅。我呢有。power 有勇气，很聪明。哇！因为是外面的世界看起来很复杂，我想用我的超能力改变这世界，帮助别人。这才是最重要的是，很帅很酷。我有话想讲，其实我也有一个梦想，这梦想呢跟大部分男生都差不多。警察？不是。不是不是。消防员？哎，不是。我来告诉你们吧，其实这个梦想就是打败坏人，但是呢这个方式是有点不一样。我想通过自己来造一台超级无敌上天下地无所不能的一台大机甲。哇，想要哦，对，就是这样子啊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体积越大，它的威力就越强，真的。所以总之一句，造机甲打败坏人就是我的梦想。哇，对对。
哎，我要给你们讲个事情。什么？就之前我在上课的时候，我扮演了一个角色，你们猜猜是什么？一向律师。律师。乖学生，来。啊。其实我扮演的是一个叛逆的青年。哎，对，像啊。因为也是第一次表演嘛，所以就是特别享受在其中。然后让我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是，当时老师对我说，就是我的表演就是让他非常的感动。哇，对，就打动了他。哎，也没有也没有，就也是对表演开始产生了兴趣，就特别想做一个演员，然后可以得到父母的认可，然后成为家人的一个支柱，我想成为他们的骄傲。哇，帅，真的真的，应该的，对，真的帅帅帅。哎，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们喜欢蓝天吗？喜欢，喜欢吧，是吧？我其实从小开始呢，我也特别喜欢天空上的星星啊，然后蓝色啊，包括做梦，我都想了飞上的天空当中。哇，对，我大概是小学的时候吧，就突然萌生了那种当宇航员的梦想。宇航员。到随着年龄渐渐长大了以后呢，就我决定了，我以后一定要当一名飞行员。天空飞，对，是吧？帅，也很帅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也帅。然后呢，我就从那之后呢，我就开始在网络上有，就是找很多有关飞行的知识。然后，甚至我开坐飞机的时候呢，我都会打开就是电脑游戏，就模拟开飞机的游戏嘛，玩那个游戏，就真的感觉自己在开飞机一样。哇，对，哇，好。那我现在的一个梦想呢，就是考到飞行执照，然后以后呢，你们就可以坐我的飞机到处去玩。对不对？不用票吧？哎，没关系啦。祝你卖砖，祝你卖砖，卖签名。大家好，我是导演小军。别误会，我说你是导演。别误会，这是我的梦想啊！我就想拍个电影，就自导自演，音乐剧，音乐剧，这是讲一个地方，我成长的地方。这地方像是我内心的深处一样，因为经历太多那地方，然后因为物业的忽视，这地方一天比一天的没那么美了。就杂草丛生了呗。对对对，真的是这样。就我想还原它最初的模样。我想告诉大家，我是有多想维护我内心深处的东西。这个题材好，我就用 musical 这个。那谁想演？我可以啊。我还好，我答对，我答对，我行，我都不行，都不行，我自己演。你问什么？可以商量啊！喂，可以商量啊！